有罗的。恭喜 Alan， 恭喜再一个大奖。非常荣幸，非常荣幸，谢谢各位。我唱的才是挺难的。我无畏无惧，勇往直前。嗨，嗨，嗨！走走走走走，追追！呀！一、二，开！开！开！对了，他对了。开心的话喊出来。经过三个月的鏖战之后，黑队竟然是逆转胜，输了一路，但是没想到最后的关卡他们赢了。谢谢你们这三个月以来为节目所做出来的努力跟奋战，谢谢你们，恭喜获得胜。来，对对，来奖。谢谢哥，谢谢黄队，谢谢黄队，谢谢哥，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大家非常辛苦，您的一点一滴，观众看得一清二楚，包括红队每一个人，他们心里面也有一位 MVP。不管如何，自己永远要当自己生命中的 MVP。这张 MVP 是经过大会所决定下来。MVP 哦。有点难选，其实我挣扎了很久，因为我自己心中有两个人选。这一次的选择是很有耐心跟保持乐观的心。我自己觉得他的表现是有一点倍数成长，都是在最后一个把持住的。我觉得他是很沉稳，然后又很细心。他连队友就是没有表现那么好的时候，他也会去支持，然后给予鼓励，然后包容。他的存在某一些关卡真的是，我们就觉得有他我们就很安心。我看到他的成长跟他的那个自信心，我觉得很替他开心。因为他也是会有一些受挫的时候，可是我觉得他都没有表现出就是在外在，他还是保持得很乐观。每个都蛮努力的，老实讲，但真的要选的话应该是 Winner goes to柯有伦。我会投给 Alan 哥。Alan 哥，因为我觉得他不管他的意见会不会被采纳，但是他都会很勇敢的、很大胆的说出他想要做的方向。永远都是保持着开心，然后正面的那种心情。我觉得他算是我的偶像。基本上他一直在扮演一个非常有力的绿叶，没有任何埋怨 ，just do it。那个人就是 Alan。好，因为大家觉得你的奋战精神，刚刚输的时候他依旧满脸笑容，加油，有没有？里面还有一个奖金，恭喜 Alan 获得这个大奖，非常荣幸，非常荣幸，谢谢各位，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季最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们比较落寞就只有一天而已，就是那个大那个在树下，就只有那一天。静姐就是有点扭到脚了。对，就是对我们队员受伤那一天，就只有那一天。其他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很强的，败败有用，但是我们也很努力。对对对。其实我发现静姐是很需要自信跟就是安全感的一个人。对，就是感受到她觉得还不错的时候，我就把他再推一把，对，让他出去抽球，或者让他出去骰骰子。因为我觉得自己加入了黑队之后，我真的在玩游戏当中发现自己是那个很关键的那个人物，就是会关键到黑队成败的那一枚队员。所以其实我真的自己内心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可是
因为我的队员们真的人太好了，就是一直跟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下次再加油，得到了很多温暖的鼓励啊，然后也就是发现自己的可能跟不可能。对，谢谢你们。万大已经第八年了，然后前面七年我觉得一直都是会换来宾，然后从来没有跟同样的来宾然后在一队，然后这么久，然后我们食衣住行都是在玩在一起，然后我也很感谢大家包容我，就是有时候得失心很重，然后我有时候会好胜心很强，可是我很开心，就是跟大家相处这三个月。欸，我觉得这次来玩很大，我们真的好拼哦，而且我没有为任何一个节目或者特别什么事情，然后再就是一度两度再去拜拜，然后跟大家说一定要去，然后还弄黄色指甲油什么的。可是可能像天哥说的，就是我们来这里是一起共患难，你知道？对对对，就是共患难，所以就觉得友情真的很可贵，很珍惜这几个月来跟大家录影的时间，然后。我真的很努力了，真的好累哦。还是跟大家说声对不起。你不会，你不要起了，再抽球啊，现在抽啊。没有啦，因为我觉得中间很多笨的事情也是一直在发生。最开心是 Kid， 对，有他在，然后他的那个冲劲，我在玩游戏的时候烦恼都就是都抛到后面去，玩游戏就在当下，对，完全就当真在当下。都忘了讲最重要的东西。谢谢。黄队的家人，好，我们已经变成一家人，对啊，因为真的，我觉得到这个年纪很难得有机会可以再交到很真心的，对啊，哭了，哭了，因为我从小一个皮条的，我说一直没有机会在这个过程里面跟你好好的了解，然后我觉得很谢谢万达把我们两个锁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你们到底聊了什么啊？可以陪伴对方，我回去看字幕好了，听不懂。你就不怕跌倒，然后无畏无惧，勇往直前。嗨。